我的粉丝有多少，我都愿意坚持付出把它干好，带给你们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。对不对？你们现在自己辨别，我今天也不能说阿子不好，也不能说叶总不好，你们自己去辨别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谁在说真话，还有谁对谁错，你们自己去辨别好不好？今天也不要喷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这个干妈妈本来就是假的，你们说野心好也啥的，我本来就不愿意当，对不对？当初也是你们民主选出的，因为我要在互联网上来学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啊，你就当干妈妈好，唯有我重任。我还竟然知道有几个粉丝给我打电话呢，对不对？我说啥？我说我还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说我在前面去办事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我做对做错了，你们不要怪我，因为当时我进蒙互联网也是蒙圈的，知道吗？我也交了好多学费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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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咖啡没有，我在跟大家理论哈，跟大家讨论，他们都没有对与错。我今天只是为我自己代言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今天也不去评价，因为公屏上互相攻击、互相指责，好，我不想去说别人孤独的不好。哪怕你们跟我说，我说跟水一伙的都没有关系，我早上都说我不敢跟水一伙的，但是我内心坦坦荡荡的。第一，我没骗人；第二，我是实实在在的卖货的人。你看我天天在直播间，谁像我一样的天天卖货？那我肯定是要卖货呀，我也不需要你们打赏给我，我也不需要你们给我刷礼物。那我不卖货，那我每天开直播干嘛？我不仅要跟你们聊天，而且我就是要卖货，我就是很实在。我在我的线下也是，顾客来我给你提供服务，但是你该买的产品你要一定要买，你要支持我，要不是我天天跑到直播间来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我又不是慈善家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今天也讲得很透，知道吗？年轻人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我根本不参与，但是只是有些忙，我觉得可以去帮，是可以去帮的，对不对？就像那天那个阿姨梦一样的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就在这附近，所以我再去找他的。我为什么四点钟才去找他？对不对？我觉得毕竟是个十九岁的小，还不到十九岁的小姑娘啊，就是找一找他帮帮他也可以嘛，也无所谓。我知道我去找他们，你们肯定要喷我，我又在演戏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那管着是不是演戏嘛，但是至少是我是真实的，那我煮过他吃的饭是不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有必要去演戏吗？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今天不需要你们评我是好人，你们今天说我是好人，你们认可我，那万一你们哪一天又说我是坏人，我也能接受，好坏只是观点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经常讲，人家的产品好你就买，如果你没有辨别能力你不要买。化妆品如果你辨别的清楚你就买，如果你连化妆品都辨别不清楚，那你也不要买，对不对？我讲得很透了。那有些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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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你辨别不清楚，比如说运营我就辨别不清楚，我就不愿意买，我也不知道我那运营不是真还是假，我也不去评估，因为在生活中我就不买运营，我就买黄金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观点不一样，不能说对与错。你们今天对不对互相攻击，你们都是一群善良的人，你骂我我骂你有意思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昨天晚上我就没叫阿姨梦在我家里了，好不好？不管你们说他对与对，你们喜欢他的不喜欢他的，我为了对吧保持公平，我说阿姨梦你暂时不要在我家坐，好不好？给你找个地方坐，娘还是很听话，知道吗？娘没来了这两天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天天在直播间，不管你们买一不买，我把我的评讲完了，我跟你聊聊天，因为这是我的职责，我必须要卖货，要不然我跑到直播，要不然我跑到线上干嘛？德爸爸也不会给我开绿灯。那如果我不卖货，不给德爸爸创造一点收益，我也没有一点广告费，那这个直播更开不下去，对不对？我也为了这学直播，这样来了，我就想把它干好。哪怕今天我只有一个粉丝，但是我是凭我自己的能力，不管你们支持我不支持我没关系，我也不会去吸谁的粉，对不对？我也不会去吸谁的粉。就像你们当初你们有一次叫我去看看水，我为什么没去嘛？那我心里也是很痛苦的，我去你们说我吸人家的粉，我不去你们天天问我为什么不去呢，为什么不去呢？那我心里也憋屈呀，是我不愿意去看吗？那事情总是有原因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们不喷我，我也不会讲实话，实话很难听，实话会得罪人，那我有必要讲吗？我经理对不对？
但你们自己有没有亲眼看见？有些东西你们都是迷迷糊糊的，也是道听途说的。虽然说你们看了一眼，但是你们真正的分辨清楚了吗？那凤灵王有些东西都是这样演的，我今天我才明白，凤灵王有些就在演戏，不演戏就像我这种硬播的人，就没有流量。我就跟你们说，这也是我知道悟到的。我这种硬播的女人，就没有多少流量。那凤灵王他是整个的凤灵王都是这样的，他必须要打流量，他也不是说非要骗谁骗谁，他的机制就是决定了，知道吗？他和线下做生意不一样。我们在线下做生意，我都说老老实实，我帮你服务好，你该买单的就买单。但是线上他不一样，他要打牛，所以说就有很多主播他们就会想尽方法。其实他从内心的说，他也不想骗谁，他就想打牛。啊，这种我也不会跟谁说好话，这是我悟到的。不当干妈哪能开直播？哼，你这句话就说的有点露骨了，知道吗？我不当干妈，我也可以开直播呀，我到处去打赏，不会做垂直牛呀，对不对？那人家那些没当干妈的就不开直播了吗？这句话我就要反驳你，知道吗？不是我故意反驳你，我要为我自己代言。那人家不当干妈的就没有流量了吗？那我前期我也打了牛啊，我的跑车一个一个的刷，那跑车是来自哪里的呢？对不对？那天下每个人都是当干妈吗？只有当干妈才能开直播吗？这个干妈也是你们委以我重任的，谁想当谁的干妈？对不对？我有儿子，我经常讲，所以说你们不要喷我，喷我了我要为我自己代言，我也不是来洗白我自己，我本来就是硬播的，你们非要说我在演戏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喜欢看戏，别人要演给你们看，不演戏的人坐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还是觉得他演戏，那就说明你们分不出真假嘛，对不对？那就说你们分不出真假。你看我天天硬播，谁跟我打配合了？谁跟我演戏了？知道吗？哈，家人们，我不怪你们，真的，你们蛮好的，好不好？因为在凤灵王，他有凤灵王的游戏规则，知道吗？凤灵王就是有些游戏规则，因为你们没有经过山，那有些经过山的人他就能理解。我也经过山，所以说我能理解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能理解。人每个人做每个人的东西，他都是不容易的。他们既然演戏，那就是他们要遵循凤灵王的规则，那这样演戏他们才能红。就像我一个小主播，我也红不了，因为我也不会演戏，我也成不到名牌，我就细水长流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今天不卖了。啊，给你们拉到天，知道吗？不卖货了。今天我不卖货了吧？都是演员，对，都是演员。家人们有没有？有没有有开影视公司的？我都跟你们说，哪一天你们看看我这个老太太，还能不能演戏嘛？你们委以重任，我再演个戏好不好？你们有没有直播间？有没有家人们？你们家人们说说影视公司的，跟我推荐一下嘛，看看我这个样子还能不能演戏。我真的想演戏，知道吗？对，所以说我的经常说他们凤灵王是有规则的，知道吗？你看那些大网红都要炒作，真的炒作他才能红，知道吗？但是我经常说，你们不要为情而去买单，你们一定要为货而买单，实用的就买，不实用不要买。很多家人们在群里说，哎呀，我家里买了好多东西，我兑回去我不用，买个这个买个那个，没有必要。我都经常讲，你能买得完吗？天下的货，不要说我今天我也在卖货，我也说句公道话，我也不需要你们乱买货，知道吗？前老公不要我，我的老公要不要我，关你啥事儿呢？对不对？你嫉妒先妒恨，我这个女人像嫁不出去的吗？3257，对不对？你嫉妒先妒恨，我再老也有人要，我只要敢嫁，你用得出来这样羞辱我吗？对不对？我离了婚，我就说我是离了婚，我又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，离婚很正常。我的客户有50%的人都离婚。那有啥？我离婚可耻吗？前老公不要我，
你去打听一下我的前老公是怎么优秀的，怎么起来的，你去打听一下，你那路上来调查一下，我优不优秀，我用得着你来评估我吗？真是的，真的是，是不是？对，理解的，人家演戏，人家赚钱，是正常的，知道吗？有硬卖货的，我跟你们讲，有硬卖货的，有垂直牛的，像我这种人就硬卖货，有垂直牛的，偷斗家的，有演戏的。人家有演戏的，人家炒作很正常嘛。那明星也要炒作，对不对？你们看清楚了没有？明星也炒作，但是你们还是要看呢、啊。就包括我也要看，看电视，前几年没看直播，看电视，看手机，那不是假的吗？那为什么我看的时候也哭哭啼啼的，知道吗？只是他们因为不卖货嘛，他们是卖的电影票，对不对？他们今天变了一种方式，他们炒作卖货给你们，但是你们要理性。产品好就买，不好就过，知道吗？没有必要为了什么动情买一些自己不用的产品。那就是我在直播间，我也站在你们的角度说一些公正的话，明白没有？我不去评估谁对与错，不管是道爷也好，爷爷也好，都没有对与错，错的在于什么？对不对？对，你们说的不要骗你们就 OK。那今天我也是实实在在的，我的产品你们觉得好买，我也没骗你们，对不对？我实实在在跟你们讲，那么我的主打就是化妆品，我的业余就是卖的衣服，对吧？衣服你们觉得好可以买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衣服也是家人们觉得我穿的衣服还是可以，你们希望我给你们上点衣服，对不对？我也慢慢的是说给你们上点性价比高的衣服，包括我自己都认可，我以前也不卖服装，你们也是知道的。那为什么我现在我的衣服都是互联网上买的，那性价比高呀？所以说也别不要一竿子打尽，互联网上什么，哈，什么东西都是假的、歪的，没有必要偏左或者偏右。你们觉得他们演戏演得好，你们就看；你们觉得他演得不好，你们就不看；你们觉得他产品好，你们就买；觉得不好就不买，对不对？就像一样的，我常常讲，觉得化妆品你能辨别化妆品好，你就买。那我今天教专业，知道吗？化妆品主要是重要的成分是核心成分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对不对？这些成分是可以买的，这些品牌为什么是大品牌？你们都有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听清楚别人在讲什么。那你连化妆品都辨不清楚，那你就不买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一竿子打尽，坏人，每个人都是坏人吗？坏人里面有分好人。好人也没有分坏人，没有标准的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勇儿早上好，好不好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其实你们当看戏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人家都说过人家在演戏，演戏也好不演戏也好，反正大家喜欢看就好，你们就当什么，早就给你们公布了，对不对？人家是在演戏，对不对？演戏也没有对与错，那是因为什么？互联网的玩法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想演戏啊，但是我缺对手，我缺搭档，知道吗？我终于搞明白了，知道吗？我刚刚到互联网了，我也是一头懵，知道吗？跟你们一样的。阿伟和二妹是真的结婚的话，真的跟他们搞砸的，估计要结婚，估计要结婚。哈，估计要结婚，这样我也听说了。我要跟他们一伙的，那你觉得我像不像跟他们一伙的嘛？我是不是个骗人的嘛？对不对？我是一伙的，在互联网上都是一伙的，因为互联网上他有他的商业逻辑之道，知道吗？那你觉得我是一伙的？我是一伙的干嘛呢？一伙的卖货的。
对不对？摩羯也是，摩羯也是，知道吗？对，卖货不犯法，但是不要卖假货，说中了，说到了重心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说到了重心，卖货只要你不卖假货就 OK， 知道吗？货是可以鉴定的，就包括化妆品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你们拍回去用一样就知道，对不对？有必要吗？有必要来卖假货吗？又不是生活不下去，没必要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为了要给你们长长久久，因为互联网是有套路的，包括我自己啊，这半年的时间，我也摸清了很多，跟你们一样的，别学习。那有些东西别人也不会跟你完全讲，对不对？就像我做一个小视频一样的，那也花了几千，差不多10000块，大不了就学，也学了一些东西。哈，对不对？我因为因为我是经商的，我也当过老板，对不对？我是当过老板，我也管员工，对不对？那员工和老板是要签合同的，这里说的很正确。对，只要在互联网上，你不要卖假货，你真真实实的，没人说你。就像我今天一样的，我硬播，不管有多少家人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一讲产品，粉丝就跌到什么几十个人，甚至有些几个人，但是我一样的讲，因为每天都有新客人进来，对不对？老粉丝不买，那我就卖给新客人，知道吗？为什么我每天抽点时间跟你们聊聊天？因为你们对我也很好，每天到我的直播间，我亮粉丝灯牌，啊，点赞赞，真的你们非常的不错，我非常的感恩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老家人们还亮下粉丝灯牌，点一下小赞赞，好不好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要做这种数据，抖爸爸必须考核这种数据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觉得我可以，喜欢跟我聊天就聊聊天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我产品还可以，就买一点回去用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我又不会卖假货，那这个年龄到这里来卖假货有啥意思呢？对不对？劳神费力。对，我就是知道你们前段时间呢吃不下睡不着，对不对？你们真的情绪上面，对，这件事确实受到了很多的伤害，真的我非常理解你们。很多老粉丝、老家人们心地善良，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回去，啊，不能用，啊，堆在那里送亲戚、送朋友。还有呢，有好多家人睡不着、吃不着、睡不着，真的，我觉得你们也蛮受伤害的。说句良心话哈，好，所以说从以后开始，不管别人是野心也好，还是真的也好，安安静静的，不要吃不好、睡不着，好不好？该吃的吃，该喝的喝，哈，就当看戏嘛。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就当看戏。家人们，对，你们理性消费好不好？理性消费嘛，将来要理性消费。因为对经商的人来说，我也是经商的人，我也希望你们理性消费。那你们不理性消费，你们今天照顾我一次，明天就不会照顾我。我常常也跟我线下的客人说，我说客户不在于多，在于精。你们觉得产品好，啊，长久支持我，我不希望你们支持我，今天明天就跑了，哈，盲目的买东西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看见你笑就烦。我笑，那你就出去呀，我的粉丝量不够多，你也出去，我也不稀罕你，看见我笑你就烦，是不是？好的好的，勇儿，好的，谢谢勇儿，谢谢你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有人看到我笑就烦的家人们，那你就出去嘛，对不对？看见我烦吗？是看见我烦吗？啊，真行，你看见我烦是不是？哈哈哈哈，看见我笑你又烦，那你进我来直播间干嘛呢？我想问一句你，今天我也不生气，对不对？看见我烦，我笑你也烦，但是我哭又不能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装不了假，我哭不来。啊，我，但是我看到什么会哭，我动起来会哭。那今天你让我动动起，我就哭，对不对？
没有必要伤害我，对不对？你受了伤害，你到这里来图我啊。我干妈演的不错，对，点个赞，我这个干妈演的不错，非常好，我也跟我自己点赞。对，我就是因为笑，我的粉丝不够多，那应该我要哭，我的粉丝才够多。开个玩笑啊。对，因为我笑，你们也是看到我烦，就是因为我不会哭嘛，不会演戏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想问一下你，这些家人，你们曾经不是干妈、干爸爸吗？哎，当时我说我是干妈的时候，我说你们也是直播间的干妈，那你们都说我儿子，我儿子，那你们是不是干妈妈？你们现在承不承认你们是干妈妈？承认你们是干妈的，给我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承认你们跟我一样的是干妈的，扣个一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承认你们是干妈的，给我扣个一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们说我这个干妈演的好。当时我当干妈的时候，公屏上全是打的一，知道吗？今天你们要喷我这个干妈演的好。有些话真的我不能讲，说句良心话，真的你们可以讲，我不能讲，好不好？没有对与错，对不对？我认识易总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嘛？你们不要说我以前就认识易总，那我说我是四年前认识易总，我还感谢叶总，那我四年前就当主播了，那我现在肯定不要说有阿哲那么红，那最起码我也半个红人，知道吗？就是我起步有点晚，那我二十年在线下做生意，那会儿我生意好做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是十年前就认识叶总的话，那今天十年前我也很年轻呀，那说不定我也成了个红人。我不管我今天什么是好人坏人，不用你们评估，好不好？觉得我人还可以，人品还可以，买点产品回去用一用啊，女性朋友，对不对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这个年龄成什么大网红呀，我也成不了，年龄大了想成为网红都不可能，但是我就实实在在的，好不好？我也想演戏，我真的想演戏，那演戏能帮我炒红，我也在这个年龄也可以，但是我没有搭档呀。红不了，再年轻五岁也没有阿紫漂亮。那你我问一下你，你们漂亮的标准是什么？漂亮的标准是什么？有种人是靠外表，别人讲的漂亮；有种人看内涵。我不说我的内涵有多高，但是我曾经在我的前夫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帮他扶成了什么亿万富翁，我就有这个能力。人家不在意是外表，外表是昙花一现，对不对？一个女人优不优秀自己知道，我今天也不表白，我是芸芸众生的一个小沙子，没有表白在你们面前我有多优秀，但是我只知道曾经我的老公在负债的时候我出手相助，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没跟他谈对象，我借了差不多30万贷款给他，我的两个朋友都说我疯掉了，你有病啊，都是我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是说我漂亮，但是我至少是我心善良，我跟你们一样的，值得别人尊重，对不对？外表的美不是美，只能昙花一现，真正的美从内心散发出来的美。我不优秀，但是至少我不坑人不害人，而且我固执的善良骑在我的脸上，所以说我今天也不需要你来评估我到底多善良，到底多美。很多人只看外边的美，外边的美有用吗？谁敢说自己像天仙？我认可是心灵的美，善良的美。不，家人们，我其实我从来都不看外表，从来都不看外表，我看这个人善不善良，品德好不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美
一个比一个美，我的美院子多得很的漂亮的女孩子，漂亮的很，顾客也漂亮。但是你漂亮，你要有能力，你要有智慧。漂亮不是单纯的什么外表漂亮，我经常想，18岁你可以漂亮，30岁你也可以漂亮，但是从40岁开始，你的外在的漂亮起什么作用呢？你要内在修炼你自己的美，让别人认可你，才是真正的美。你也姑妈适合，那这样子嘛，你来跟我一起演嘛，我演姑妈适合，我演婆婆还是适合，因为我有儿子，我演个婆婆还是比较适合的。我也姑妈，家人们，你们想拍戏吗？我经常讲拍戏的话，把我带上，看看我能，我演个老太太还是可以的。我演一个卖货的人还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现在我是阿依姆的干妈妈，不敢当，我不敢当谁的干妈，我做我自己，我当个干妈也被喷，别人也不认可我，对不对？终于说出来了，别人根本就不认可我这个干妈，那我当什么干妈呢？我跟你们一样的，有何必嘛？人家都不认可你当干妈，对不对？那你当什么干妈呢？我做我自己好不好？我就是我自己。那视频里面我也看到了，视频里面我也看到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别人都不认可我是干妈，那我当什么干妈呢？对不对？我这个干妈其实是你，我这个干妈其实是你们委以我重任的，好不好？我想当初我说，那么你们说当干妈，当干妈知道吗？你们在公屏上打的一整齐，我差点录屏了，知道吗？只是没录屏，没想到今天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好心好意想当个干妈，结果被吐了一盆口水，对不对？根本人家就不认可我当干妈，那我当这个干妈来干嘛呢？我又不是没有儿子。阿姨没在我家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不想当干妈。你们又来开始说我要加当阿姨们的干妈，我不当干妈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们一样的是粉丝。不当干妈，我当粉丝。对不对？我不当干妈了，好不好？跑前跑后也没人说我好，对不对？要么就说我成流量去了，不当干妈了，好吧？懒得当，我正正常常的卖货，有多少人卖多少，喜欢我的就进来我这边去逛一逛，买一买，对不对？懒得当干妈，不当。什么意思？白天当干妈，晚上就不认识是谁，啥意思？没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吓得太可怕了啊，你今天才知道吗？我吓得好可怕，那我哭给你看嘛，喜不喜欢我哭嘛？我笑也很难看，那我要不要哭嘛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没到我动情之处我哭不出来，除非我看到悲伤的事情我能哭出来啊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常常犹豫流泪的女人，但是今天我哭不出来，啊，哎呀，我也不去评估，什么阿依莫乱说，你们自己心里有一杆秤，好不好？我昨天下午也没听到阿依莫讲，我也懒得你。啊，当你阿姨们讲的真的话，假的话你们自己评估，我也不在这直播间说谁对谁错，明白没有？
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气，那两壶里我没有气，因为你们昨天发的那个视频里面的，知道吗？我听了一下，啊，听了一下，我知道，我也不生气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干妈妈本来就是群众选出来的，我刚刚到互联网了，我也啥也不懂，你们叫我当干妈妈，我就当干妈妈嘛，你们叫我忙前忙后的，对不对？我就跑嘛，我都说了，我是前面的冲锋者，你们是后面的支持者。我常常在直播间讲过这句话没有？讲过吗？对不对？叶总为什么不敢面对？讲清楚，那你们就问他嘛。慢慢的看，知道吗？还有精彩的戏还在后面，慢慢的看。还有好戏在后面，慢慢的看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不去评价谁对谁错，因为你们到我直播间来的人都是喜欢我的，都是曾经很支持我的，不管你们是来聊天也好，来跟我吐露心思也好，我觉得你们都是很善良的，真的，家人们。我也是上当受骗的，夏雨你说啥话呢？有些话不能说好不好？对，会真相大白的好不好？啊，我们静默以待，拭目以待好不好？对，还要继续看戏，知道吗？继续看戏。风大眼睛，风大眼睛，我也被卷入了这场游戏之中，我也被卷入了这场游戏之中。反正有些东西呢，我看透不说透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我今天讲啥都错，那你们自己辨别，好不好？对与错，你们自己慢慢的思考，好，要有智慧。我当初上互联网了，我很多东西没看明白，但是我现在已经看明白了，只是我不想说，对不对？没必要，因为说多了有些真话要伤人，知道吗？那你们就慢慢的就悟，就释怀，对不对？反正就说理性消费，好的东西就买，不好的东西就过。也不要一竿子打尽，好不好？互联网上的东西，有些东西还是很好的。我也不是为我的产品代言。那互联网这么多人在卖货，对不对？好的、真的、假的，你要能分辨。分辨不了的，我们就少买；分辨得了，我们就多买。比如说做服装，比如说化妆品，这些最简单的东西能分辨得出来的，就多买一点点，知道吗？能省几个钱就省几个钱。那有些东西不能分辨的，我们就尽量就不去碰，啊，不去买就 OK。对不对？我也不说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因为好坏没有分别，知道吗？那我今天我说好，跟我观点不对的人他也说我坏，所以说我好坏都不在乎，知道吗？无所谓，就跟你们一样的，我知道你们善良，但是你们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观点不一样，你们也要互相攻击，那我能说你们不对吗？对不对？现在评论分了好多派哦，一个没支持阿紫的，有支持叶总的，有支持什么唐唐的，有支持什么阿伟的，难道你们都坏吗？不坏吧，对不对？那只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而已。我以前知道他们在演戏，那以前阿紫怎么没告诉你们他们在演戏呢？对不对？我以前咋知道他们在演戏呢？我跟他说了，我又不是神仙，知道吗？人家的商业机密要告诉我吗？人家在演戏要告诉我吗？对不对？你们动动脑。
我都是小白。对，那你们看到他一年多，你们都没看出来他们在演戏。那我们认识他们还比较晚，我能看得出他们在演戏吗？阿子单身，叶总也单身，那个阿伟也是单身，那人也要可以谈对象呀，对不对？我能看出来他们是假在演戏吗？那先生为什么阿子现在的是在演戏呢？那以前怎么不是在演戏呢？阿子说了不想骗人。那这个话我就不好评估了，好吧，你自己去悟。你们是同伙的，为了钱。粉丝都不知道你们是也是一个团队的，嗯，看主播，嗯，再有钱，是西西是一种的老婆，我要反驳一下。那明知道阿子，那西西是啊是一种的老婆，那阿子当初怎么不反驳？那为什么要跟他演戏呢？我就想问一下你们，我也不明白这个问题。阿子说西西是一种的老婆，那阿子为什么不反驳呢？为什么要跟他假戏呢？做假戏呢？陈晓东是头头，又冒出一个陈晓东了，蹭流量。对呀、啊，我不是我跟阿子没有矛盾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不要在这里乱挑拨，我也没有矛盾。不管今天阿子跟叶总怎么分开，不管他阿子的对与错，我都不会针对他。我这是针对你们说的这句话，好不好？你们也不要说带节奏，又把我的话拿去传播。那我就大伯，我就问一下，阿子说西西是叶总的老婆，我反问一下，我不为阿子道也，也不为叶总道也，好不好？我只是问，就是从你这句话说，那当初为什么阿子你们这样说，为什么阿子知道西西是叶总的老婆？那他们为什么要演戏？那就是为了什么？那么为什么要演戏呢？啊，对啊，那就是为了什么？那应该说大家都很明白，就是为了演戏嘛，对不对？那演戏的目的是什么？对啊，这种情况下你们，所以说你们在公屏上打，我是将这句话说，好不好？我也不挑拨离间，我也不会说人家谁对谁错。那这边就是今天阿子有错，叶总有错。假如说，啊，我也不去说人家有错，那肯定也是为了迎合这个互联网，为了生存，知道吗？为了蹭流量，是你们刚才说的很好，对不对？那也没有对与错。那今天从我的一个角度来看，只是说你们受了伤害，你们跟着他哭，跟着他哭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睡不着。你们打伞打了很多，我知道很多老家人打了很多伞。对不对？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演戏，演戏的目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为了蹭流量，也为了什么让自己红，对不对？那今天阿子还是红了，反正我觉得还是可以。所以说你们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往深里面去拉，知道吗？至少说阿子也得了利，阿子红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把这种戏里面的东西普及出来，哎呀，其实我真的不想听，说句良心话，真的。因为什么？至少是阿子红了，互相不要揭短了，一揭短一张。我经常讲一句话，你揭我的短，我揭你的短，有啥意思？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我们看到别人好的份上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去评估，
那今天我在直播间再去说人家这个坏那个坏，那有意思吗？没有意思。他们没有价值了，那是他们的事情，有没有价值？如果在互联网养生存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商之道，有种人就老老实实的卖货，有种人就喜欢炒作，有种人就喜欢编故事，有种人就喜欢什么团队合作，看你选择哪一种。我不是阿紫的干妈，我本来就不是嘛。阿紫都是说我是演戏的，对不对？我本来就不是干妈，今天我也不承认我是干妈了。为什么？主角都不承认我是干妈，那我在这里自取其辱的说我是干妈吗？我针对你这句话，不是针对阿紫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阿紫都不承认我，都说我在演戏，我又不是干妈，那我本来就不是干妈嘛，我只是一个粉丝而已。阿紫的东西我也在买，叶总的东西我也在买，我也是个消费者呀，我也是个粉丝啊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也买过8+1，我买阿紫的衣服，对不对？阿紫拍的东西我也在买，演戏中的干妈呵呵，哦，好嘛，演戏中的干妈，那你们是什么角色呢？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是什么角色？曾经我当干妈妈的时候，你们还起哄了。你们说你们也是干妈妈？儿子儿子喊得这么，今天不承认阿紫是儿子了吗？你们现在不，你们现在不是，你们的我的宝贝女儿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们是不是干妈妈？你们说说，对不对？我是干妈妈，我受到你们的攻击，你们是不是干妈妈？你们一口声声儿子儿子，对不对？但我的粉丝团里面企图给你们看，全是儿子儿子，我的宝贝女儿啦，我的宝贝儿子呀，你们就不承认你们是干妈妈啦？你们也是假的吗？你们也是拍戏吗？所以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要看问题要从中间去看，不然人家说一句话，你们就不分轻重。现在成年人说话要中间去看。这里就听一下，那里就听一下，总得来综合一下，看看这里面谁说的假话多，谁说的真话多，而不是要听一面之词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沉迷在什么自己？每个人都在讲话，但是呢，你们一定要分辨出来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难道我要把那层纸给你们读透吗？没有必要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去背。现在几个人都在讲话，我也在讲话，我也在发声。你们看看谁讲的真话多，谁的漏洞最多？你们要记着就悟嘛。那我今天我帮人家说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，那有必要吗？对不对？当初你们都是支持他们的人，哦，阿紫说的曝光出来，本来我是跟一老板的，我们都在狗咬狗，我咬谁啦？我咬谁啦？狗咬狗，我咬谁啦？那个叶老板叫你，给你倒了一杯茶，就是你是干妈，对呀。但那一会儿我是想当干妈的，因为人家那么年龄那么大，人那么小，让我干妈。那会儿我是真的想当干妈的，但是后面人不让我当呀，你们也知道，人家后面不让我当干妈呀。对呀，对不对？我想当干妈，连阿紫没想好呀。阿紫教过我干妈没有嘛？对不对？
你儿子没想好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想当干妈，一种叫当一杯水，叫儿子当给我，那会儿儿子没想好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个干妈也没当成，是不是嘛？你们也是知道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天天是谁呢？如意，我天天是谁呢？我今天是谁呢？我说过谁的坏话吗？我说了别人坏话，我说了你的坏话了吗？南天，你又跑来了，你又跑来，好久不见你了，三个月不见你了吧？你又出现了，只要我们群里热闹的时候，你又出现了。我卖货的时候也没看到你，南天，你是阿伟那边的吧？你又出来了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叶哥有老婆了吗？这句话问得好。你问一下阿紫嘛，阿紫不是知道吗？我咋知道呢？阿紫跟叶总天天在一起，阿紫应该知道。我就告诉你，我不知道。阿紫天天跟叶总在一起，你问阿紫，阿紫应该知道的。别问我，我也没跟叶总住在一起。你还是相信阿紫，告诉粉丝不要上当。哦，栀子花，我给你点赞，告诉粉丝不要上当。粉丝上什么当了？你们要是在这里说阿紫，我回应了你们，你们又说我说阿紫，你看你们公屏上全是打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要跟我讲话，我回应你们，那你们对不对？又是我在说人家，你看你们公屏上打的啥？没事没事，我今天不输谁。没关系，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我都说了，我在直播间啥也不说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辨别嘛。我说谁都有错，我能说谁呢？对不对？我你们提了问题，我回答你们，你们又说我在攻击杨阿紫，明明我就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我也不能说叶老板，说叶老板你们又说我是一伙的。我今天目的是谈我自己，我也没攻击谁。我攻击什么？我一个小主播，难道我要去攻击一下大主播吗？那不是拿鸡蛋给石头碰吗？对不对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你们去辨别就行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们群里面也发了很多东西，你们自己不会看吗？200万是怎么回事？那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自己去看嘛。把那合同调出来看一下嘛，看看你们把那合同能不能调出来看一下嘛。好笑，本来很伤心，对，从现在开始不要伤心了，好不好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已经过去了。